Hi, Madam Lim， 同你哋分享 ，OK？ 我係2017年啊拆穿的，还没有什么爱穿呢。是我女儿，她说叫我 testing 一下，她说有能防那些水流啊。嗯。啊，所以我就 testing 穿咯，我还不爱穿呢、啊嗯。她拿两件给我的时候，我还不爱穿，还啊一时穿一下，然后停两三天又穿一下这样咯。嗯。怎么知道她一讲有这样的功效啊，防水流的功效、啊，然后我就很轻易穿咯，是上一年才穿罢了。哦，为什么你要等这要比较这没有穿一下子又穿？因为想看到那个水流跟漏流，医生说很大了，因为我之前开过刀了的、哦，所以生水流的人是不能开刀的，开刀还会来的。哦 ，OK， 这是真的。Okay. 你怎样是去知道你 at first 你是说你有那个开刀？我去 body check。罗丽姐，她说大力，然后我去开刀，开刀过后两年这样。那个是水流啊，水流、嗯，然后我去开刀了，没有了，没有了，不用紧，两年过后又再来，哦、那时候就怕了，她、哦、怕了，两年过后来了，又是这么大力哦，她说你的水流跟漏流很大力哦，啊、然后就我就每次在那边想了怎么办，又这样大力。又不是又要去开刀啊，开刀很痛的。你可以讲你是几多岁吗？50多。哦 ，OK。然后也是看到怕咯，怕，然后听到我女儿说啊有这样的功效，然后就搏命穿咯，一天穿到晚咯，每次拉高高这样咯，那个底裤就要拉到头起的下面这样。啊啊啊！我觉得很快，很快消失、啊。你是穿几多个小时？一天穿到晚，一个月咯，一个月是吗？一天穿到晚，现在很努力的穿，然后就叫明丽拿很多件啊，5件啊，那个啊，什么颜色都有。哇，你很好哦，有这么多。没有，就觉得有这样的功效啊，就叫他快点拿咯，因为我还有一个水流是不见了，我去接到我看两个医生，早看一个医生。其实是几久的时间，那个医生是跟你讲那个水流是没有了。没有了，大概、我才这个月看罢了，我看了两次医生，大概几多个月啊？等于是几多个月啊？相差一个礼拜了，这么快啊！我去玻璃镜，相差一个礼拜我去看医生，哇！看了医生，那个医生说你的水流不见了，我说有可能吗？我都是没有那么相信那个医生，这不了啊！我就没有那么相信那个医生，然后。多一个礼拜我就去看别的医生这样咯、OK very good 咧，然后他说不见了，不过他说我的啊你的漏流有小到，我说啊这样 OK 啦，那个漏流 actually 是几多几大的水流啊，好像是三点多，很大一些子、就是很大很大、自己又怕咯，是啊，现在那个有楼了，有楼是大概几有高有小到，好像1.6这样。哦，但是原本是1.9的，现在有小到。哦，也是好咯，这样。啊，哇，很好哎 ，very good。他说会小，嗯，不过叫我们不要吃中药啦，中药会把那个水流停留在你的子宫那边。其实我就是想，很多也是比较即系比较去要试嗰、那个中药嘅。但是就算我都跟人说，如果你真的要试中药，你不是说你试埋我们的腹，但是我也是有吃那个 collagen 的collagen 我有吃2包 collagen 啊 OK 的，因为其实呢我们很久以前呢也是有这个 case 也是有那个瘤 OK 有那个瘤呢，但他也是有吃那个 Magnific 的，我讲广东话了，不如佢亦都有饮紧呢个 Magnific， 但系佢嘅水佬仍然即系个 fibroid 仍然系冇咗，佢系 check up before and after， 但系咧佢就为咗要靓咧，其实我哋一个 case 系咁，但所以我就自己本身咧就讲系、哦、我因为我屋企咧都系有cancer， 但我阿姨好多个都系 cancer， 我妈咪佢哋嘅，但系我自己就开始年纪越嚟越大啦，我都系。諗到哇！我聽咗呢個 case， 我就攞埋呢個 Magnific 問埋醫生，其實有咩分別？有啲又話有瘤啊，唔可以飲 collagen， 但係咧有唔同嘅方便嘅 collagen 咧。如果咧識講有 steroid 或者嗰啲比較 stimulating 嘅成分咧，就會擔心。但係我哋呢個就 safe 嘅，所以公司最緊要公司係好定嘅。OK 係especially 我 check 到係有 DSAN， 所以我仲更加相信。
所以我就不嬲咁样饮住落去嘅，就所以好彩，好彩真系遇到 Magnific 啦，喝啦 ，OK 的 ，OK 但。但系如果比较担心嘅人咧，你哋要问医生咯。Because Magnific 真系对我嚟讲，我系 check 咗 double check everything， 我先咁饮，而且 very good 咯，哦。你要讲什么？啊，你要跟女儿讲什么？没有啊，只是想分享咯。他说分享给人家看咯，起码不要骗人就好咯。是呀，真的真的，在 BE 我们也是真的 culture， 这个 culture 有什么讲什么，就是对人家好的，我们 share 出去。OK， 真的帮到很多人。有妈妈那些啊，最好买给妈妈，他们穿咯，起码不用去开刀，那种痛我试过了。你很好，你对女儿很善良。我不想再去试，哎，那个痛好像生孩子这样嘞，开那个水流。真的、啊？我没有试。他开刀，你好像生孩子那边开刀的，很痛的，走路啊，我看到要几个月。就是现在就是一个月多，我看了，一个月多，我就是怕再开多第二轮呐、啊，所以我讲。OK 啦 ，OK 啦，开刀了，你自己给人家开。我女儿讲，我还不相信啊，我讲踩你的啥？她每次叫我穿啊穿啊，努力一点穿啊。就算好彩咯。啊，每次问我到底你要不要穿的，我说 OK 咯 ，OK 咯，试一下试一下啊，忍到我穿咯，忍到我穿 ，OK， 我穿到有效啊，觉得还 OK 啦，我去照了，真的不见嘛？我问医生，真的那个水流不见了嘛？他说是，照不到，已经照不到了。然后我再去第二个，用了整500块，不用紧，我说。OK， 照不到就照不到、他说没有了，真的不见了。好 ，OK 了。好，好，好，谢谢你的分享了，真系好开心。我哋分享今日嘅呢个我哋嘅叫做水瘤系唔见咗，然后肉瘤咧已经细咗，佢嘅黐街咧就冇痛咗。OK， 就咁样啦，我哋就 OK 啦，我哋可以拜拜，拜拜，谢谢。